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商店，设计都是营销制作。昨天就卖了12万个元宵，今天也大约卖了10万个元宵。其他的各大小食品店也都制作各式各样的元宵和汤圆出售。任何的价钱虽然因为物价的上涨贵了一些，但是生意还是很好，家家都一块的买元宵、吃元宵或上元节。今天也是小朋友们玩花灯的日子，市面上纸做的花灯和塑胶做的花灯也都非常畅销。这个花灯以鸟兽、天神或者是飞机、坦克、大炮做模型，琳琅满目。由于今年是虎年，其实展出的花灯大部分都是以老虎为题材，每一件的设计都别出心裁。有的设计成马路如虎口，来警惕参观的人的注意交通安全；再有的以黑背卷收、猛虎下山为题，制作的惟妙惟肖，非常的生动活泼，充分显示出老虎雄霸天下、威武和勇猛的品质。嘉义县湖水镇佛教界人士举办的佛前供道仪式，是我国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佛教仪式。据说释迦在世的时候，每次外出，沿途的民众都纷纷的点灯照明他的出入，显示对释迦的尊敬。今天在湖水镇举行的这项仪式，隆重庄严，令人想起我国圣人上善的故事。嘉义县元宵节花灯比赛由嘉义县党部、城隍庙和民间各种单位联合举办，今天正式展出。参加的作品多达200多件，分别在嘉义市城隍庙和东厂二楼展出。参加的作品在设计和制作上都别具匠心，以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为主题，也符合了民间的手工艺术。这项花灯展览预定举办10天。